其實我覺得都要尊重他們的決定的，都有留意都、有些可能因為工作、啊、家庭的需要要尊重的，因為、可能每個人的 priority 都不同、希望他們下年、啊、或者之後還合乎年齡的話再參選一下啦，因為其實得著永遠是多過他失去的東西。其實我也覺得真的參加 Miss Hong Kong 一個很難得的經驗，是但是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選擇的權利、都證明其實我們都很 open 很自由，是即是如果 你不想的話都不會勉強你的，但我們會希望他不要放棄，是這個也很重要，即是一個不放棄的精神、對自己來說也很重要，其實